埔里镇河川保育协会日前举办第九届第一次会员大会，这次的会议除了是要推选新任里监事之外，同时也是为了要慰劳成员平时的付出。先远吴国昌感谢埔里河川保育协会多年来自发性的为埔里镇的河川清洁来努力，他也会全力支持会务的推动，共同来为河川生态把关。啊，第九届啊，吼，国昌啊，为第一届都一直来担任到因的顾问，甲即阵吼，啊，充分了解咱保育协会内底啊，咱所有因的会员因的状况，所以讲啊，对着咱的公部门，我都争取补助的吼，啊，互因配备，啊，互因的啊，出去参访啊，啊，即国昌拢会来甲因斗协助争取经费，所以国昌特别来甲现场来甲因祝贺以外，嘛会继续甲因合作啊，啊，来推动咱的。环保啊，推动咱的卫生啊，推动咱这个吼啊，空气等等这个主要的工作安尼，所以未来我一定会继续支持这个团体。先员林芳宇感谢埔里河川保育协会无私的奉献与付出，为埔里镇河川清洁默默贡献一份力量，也是值得我们来学习。这些所有的会职人员，大家都是无私的奉献跟付出哈。其实啊，这也是环保的一环。对于我们环境清洁啊，以及河川整治护渔护溪这方面要感谢他们的付出，他们都是利用假日的时候还是需要的时候出来做近期的活动啊，有例行性的，有临时性的啊，其实大家有这份心做公益啊，我相信这是值得大家学习的。因为他们是实质上付出的，也值得我们全力来支持他们。副议长潘玉泉肯定埔里河川保育协会的用心，也呼吁乡亲们要爱护河川生态环境，留给我们下一代有干净的生活空间。记者陈伟一埔里采访报道。